现在呢是我们这个女装的介绍，这一块是两斤的，这个是一斤的，这个是半斤的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来试地的话是用一斤的，一斤的话我们这一款660的话可以放十个，好，可以放十个一斤的，可以放12个这种半斤比较小的。好，我们呢把这我们的米装好做好之后呢，好，放在这边真空，我这边就不每一个都装了，好，我就装一个，这真空是一样的。我们把所有装好之后呢，好，排放好，好，然后按下来真空就可以了。两边的扣子不能扣哈，然后这样子呢，我们一次可以有10个，好，一次成型可以有10个真空的这个女装。看一下我们真空好的女装，这两个拿开好，然后我们的女装拿出来就可以了。这样很漂亮。